欢迎进入时代光华管理课程。欢迎进入时代光华管理课程。欢迎进入时代光华管理课程。一流的师资，实用的课程，全新的培训方式，最佳的学习平台，精心传授管理经验，全面提升管理技能。时代光华管理课程，真诚创造成功。所以我们是诱发他内心那种自发自动的意愿，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。中国人从小每个家庭都是教小孩要认真，要勤劳，要节俭，要实在。我们的敬业精神，你到全世界去看，我们都是第一的。其实美国人很羡慕我们，你们有那么好的员工，他们就没有啊，他们很喜欢玩啊，他们也没有什么说尽职，只是尽权利义务而已啊，他们不太喜欢动脑筋，也没有那么好的妈妈在教他们。基层员工他是有很强烈的责任感，但是你不能提醒他这是你的权，你的责任，不能。中国人我认为有责任我就有责任，你提醒我有责任就表示我没有责任感，那我就不承认。我所讲的你都问你自己是不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跟基层员工讲话其实也要很小心，你绝对不能骂他说你没有责任感，他一百个不能接受。我们说你很有强烈责任感，只是你对这一部分的了解不够，所以我现在找一个人这一部分跟你说明清楚，这是我们以前疏忽没有照顾好，他马上接受。老实讲，当干部的人一定要记住，员工做得不好是我们的责任，不是他的责任。他有什么责任？你没有好好教导他，没有好好让他走上正轨，那当然是干部的错，怎么可以怪他呢？当干部，怎么可以怪他呢？那唐唐林，怎么可以怪他呢？我觉得怎么可以怪他呢？还是比较正确的。我奉劝各位，所有的员工都是把他一生当中最宝贵的青春奉献给公司，就冲了这一点，你就应该感谢，你就应该好好照顾他。所以任何员工到我们厂里面来，到我们公司里面来，不可以让他第一天就开始工作，那是不可以的。要有很好的职前训练，最起码三，派很可靠的老干部去教他，让他一开始他就能够适应，他就会长期做下去。我现在问各位，为什么新的员工流动率比较高？为什么老的员工流动率反而比较差，比较少？就是因为老员工他经常有意无意把新的员工逼走，你相不相信？只要新的员工啊流动率大，老员工就得到很大的好处，老板会觉得还是老的好啊。你要小心了，
老员工最有兴趣的就是把新员工吓坏，把他吓跑，你相不相信？你看一个新进的员工都是很想好好干的，老员工都说我们都想走了，你还进来？天堂有路你不去，地狱无门你偏闯进来，你笨了你，他就跑掉了。你一定要慎防这一点，因为这也是人性嘛。我们有时候刚开始操作的时候不习惯，手会长泡，一回家一看，不是还得了，才上班一天你就长泡一个，明天五个，那这种工啊，吃了回家，这谁的责任？老干部的责任。所有工厂的老干部都要去招呼新进的员工，当他一天操作下来的时候，问他把手伸出来我看看，他说干什么？你伸出来我看看嘛，你看你怎么只有两个炮了？我刚进来五个炮，你厉害呀，你就好了。回家他妈妈说一个炮一个炮，人家五个炮了，我才一个炮，怕什么？去，他又来了。你很多事情要去照顾他，要不然最后损失是谁？是你损失。我们最了解我们公司的特性，一个新进的人他是不了解，你靠他摸索那是很可怜，就叫自生自灭。好像很多员工啊，是我们用很高的成本把他招聘进来，结果让他自生自灭，这个成本算谁的？招不招得到人不是本事，留不留得住人才是功夫。把宝贵的经验要积累起来，这是高度难题。你看很多做工人，他就一天到晚上班下班上班下班，他没有这种观念，就非常可惜的。人是这样，一回生两回熟，越来越了解机器的状况，你就知道用什么方式又快又好。快不算了，快还要好才算数，管是快是很糟糕的，管是好有时候也很要命，因为它就慢了，那慢还得了？一定要又快又好。因此就要靠什么？靠你工作经验的积累。但是他不会给你，你千万不要学美国一样说你做这个工作你做得很好，现在把你的心得一个一个给我写下来。他不会写的，美国人会写，他不会写。他心里想，当你把这些东西拿出去以后，我就没有价值了，我就不会受到重视了，我随时被你干掉，那我干什么？你要我写，我要么乱写，要么故意写错，你就糟糕了。所以讲是很容易啊，工作分析、工作说明，一样一样给我写出来，中国那个警觉性很高，他不会上当，最后你得到的都不是很明确的东西。因此我们要采取中国式的方法，你要叫领班说凡是这些工人有什么很宝贵的经验呢，你要用旁敲侧击的方法把它套出来，中文套出来才是真的，问出来大部分是假的。套出来以后你不要当他面，你回去把我整理出来，这就是你的功劳，将来这个单位要好就靠这样子，那就好了吗？他用嘴巴问的他不提防，而且还要会问，哎呀你怎么做那么快？这不可能呢。他说怎么不可能，稍微动一下他就这么快了吧？你不要说马上记下来，马上记下来，下次他不告诉你了。你呢？那回去赶快写，写完再求证，再求证，这样一套过程，你就把所有宝贵的东西统统累积起来，然后传承下去，这样才能够日新又新，不断的改善，不断的进步。我们中国人很守法，很守纪律，可惜我们长期以来都被灌输说中国人不守法，中国人没有法纪精神，我觉得很奇怪。各位，我们做母亲的在教小孩是怎么教的？都是教他要守规矩，做人要实实在在，做事要规规矩矩，
我们最讨厌就是小孩不守规矩，哪里没有规矩？各位，你要真正认识中国人，你要知道中国人都是很守法的人。我们只是有个特性，这个特性是全世界很难找的。我们一方面很守法，一方面我们很喜欢做法律没有规定的事情，这个就厉害了。所以为什么外国人你抓到他说你违规，他就认了我违规，从你抓到他你违规，他第一个反应倒霉，倒霉，他不认为我违规，我什么违规，我是倒霉啊，违规。因为他的出发点没有要违规嘛，他有什么违规的？有没有人是故意闯红灯的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我经常坐不同的人开不同的车，只要闯过去，他就跟我讲：“郑老师，前面那部车那么高，把那个红灯都挡住了，根本没有看到吧？看到我会闯红灯，我干嘛闯红灯？没有必要。你看，多好。”还有一闯过去说：“怎么突然间来个红绿灯呢？”以前没有啊，那你政府要装可以，你要通知我一下嘛。你要从这里去了解，他没有存心要这样做，他没有嘛。还有更妙，就是公安一吹过来，你怎么闯红灯？你是不好意思说，你一肚子火，我闯红灯，我什么闯红灯呢？就是你没有站在外面，我才闯红灯呢。你躲那么紧干什么呢？你要抓我可以，你就公开抓我，你把躲起来的，你引诱我嘛。那公安也要知道说没有办法，我每次站在那里都是吹风然后晒太阳，一个也抓不到，我一躲起来马上七八个就抓到了，这才叫中国人嘛。所以我们一直说中国人不守规矩不守，我觉得很冤枉，真的很冤枉。我必须要说明了，中国的法律永远是不可能周全的。你说我禁止 KTV 可以，你禁止，我就 MTV MTV 也不行， MTV 那你完了吗？都不行，假 TV 26个轮完了还有甲乙丙丁一大堆，他中国就这么回事了。你看我们说你法律没有规定我都可以做嘛，你就蛮不赢了，你真的蛮不赢。中国人的法律有一个特性，永远少一条，少哪一条？很巧，就是找你要找的那一条。你不要的他每条都有，就是你要的那没有啊。他心里好笑，有那条我会做吗？我是那种人吗？就是我看了半天没有这条我才做的，你全完了。所以很多人还在幻想说要用法律来管中国人，我是觉得这不太可能的，这不太可能。外国人看到规定他是照规定去做，中国人看到规定是专门做规定以外的事情，你就完了。所以我们现在电视也犯了个毛病，外国人把犯罪的事实播放出来，它有作用，这点特别小心。外国人把犯罪的过程整个展示出来，就是告诉你们不要走这条路。中国人不可能这样，中国人看那个他会怎么看？哎呀，他就是这一点没有注意，这一点注意就抓不到了。来来来，我们马上看，全完了，你全完了啦。所以我跟你讲，这民族性不同，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了。他外国人他的脑筋是僵化的，是直的，这个不可以，那个不可以，那个不可以。中国人不是这样，所以你只要有抓到一个犯罪的人，后面会引发更多的犯罪的人。所以有些事情在国外是可以公开，在中国最好不要公开，公开是反效果。培训就是生产力，学习就是竞争力，由实战经验极强的培训师现场讲授操作性极强的培训课程。问题能否解决，改变是否发生，是衡量我们课程效果的唯一标准。敬请关注
知名培训师课堂。我们讲到这里，希望各位带出一个真正中国人精神团结的一个团队，最要紧的就是让他心目当中有顶头上司的观念。这一点我再说清楚一点，我们中国社会整个安定的力量、和谐的力量是一句话而已，就是每一个小孩子他心中都有父母的存在。现在快没有了，现在快没有了。你看我们很多事情不敢做，不是因为怕警察，不是，不是因为怕怎么样，不是，因为怕丢父母的脸，是不是这样？中国人这个不敢做，那个不敢做，不是为我，我怕什么？我不能丢父母的脸。但现在这个约束力已经快没有了，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。一个员工在外面，他不是怕警察，如果怕警察，那有什么意思呢？他不是怕这个，不是怕那个，他是怕我丢我们老板的脸，丢不起，你就成功，那还得了？那你这个是随时可以发生很强大力量的一个团队。你这里有你公司的名字，他会很坦然的挂在这里，而不会你规定他挂，他跟人家讲话老是这样子，想把那个遮掉，你就完了。你要从这些去了解员工是不是以公司为荣，员工在外面碰到有人破坏公司的时候，他会不会据理力争？会不会他据理力争回来是不是要求功劳，要求奖励？你从这些去了解，你就知道你该怎么调整。老蒋，你在外面难免听到客户的批评，你说对对对，是是是，你就完了，那外面就越传越多。其实我们中国人讲话也不知道自己讲的对错，讲的从对方的反应来确定自己对错，而偏偏呢他又说是是是，对对对，那他就更加相信心了。我们的员工，我们不能规定他说凡是有人说我们错的你都要辩到底，那也不对。我举个例子，那个营业的人员会陪那个我们的经销商到公司看我们生产的过程，这时候你的态度是怎么样？我是生产汽车的，经销商进来说我们本来卖得很好，就是你这个钣金太薄嘛，你钣金厚一点的话，那么销的就很好吧。凡是业务人员一定会听到经销商有一些不满的抱怨，这是必然的，正常的，你怎么办？尤其是当了你的生产同仁对面，你说对呀，我们现在这方面就是做得不够好了，那你试试看。那生产单位就说，那你胳膊向外弯嘛，你胳膊怎么不向里弯呢？怎么向外弯呢？我们经常从这里头，然后离心离德，大家本位主义很浓厚。一个受过训练的人，当我把供应厂商带来的时候，他有任何批判我不会说话的，我会说这不会说话的，不会说话的，线上老早注意到了，请他给你报告一下。你这胳膊要向内弯，你不能站在那个供应厂商，也不是销售经销厂商的立场来批评你自己生产线的同仁，这样就对了。什么叫做一家人？就是胳膊向里弯就叫一家人，胳膊一向外弯那就不是一家人了。我们的本位主义通通是从这个无心的里面所造成的，不是有意的，但是它是非常严重的。本位主义会越来越浓厚，然后大家貌合神离，笑里藏刀，最后四分五裂，这是非常可怕的后果。所以
在销售单位应该跟他解释，我们经过考虑钣金的厚度，经过各种测试，还是目前这种最好。哎，他说不定听几次以后他就觉得是这样的，因为他要向顾客去说明。所以我是觉得啊，每一个人把公司做更进一步的了解，这是一个团队必备的东西。你看我们很多营业人员出去，客户一攻击，客户一批评，他就完全没有抵抗的招数，那就表示他对产品不了解，那还得了。我们今天培训其实有很大的缺失。我有一次到一个百货公司，我想买一个刮胡刀，我看了半天厂牌很多，我说这个拿给我看看，那个小姐拿出来就跟我介绍，这里有镜子，这里有刷子。我说小姐你用过没有？她说我没有胡子怎么用呢？我说你没有用过，我用过三个的，你还给我介绍什么东西啊你？他愣了一下，他知道他不对了。然后他是中国人，他马上回答：先生，你不能这样讲啊！我怎么知道你用过没有？这标准中国人啊，他死不认错的。我说你没有眼睛啊，你不会看啊。人家这样看了半天，不知道哪个好，他就没有用过吧？我指定厂牌，就表示我内行了。他又愣一下，然后马上就讲：“先生，你不能这样讲。我们老板规定我要讲话的，我不讲他骂我，我讲你骂我，那我不要做人了。我希望各位把中文这些可能的现象摸得一清二楚，你就不会有什么懊恼，你不会有什么好像很意外，你不会，这必然是这样。我说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会很注意这些细节。这个人他是指定厂牌。”我用不同的话跟他讲，我还是讲话，但是我很快就成交，你相不相信？他就很注意听。我说你指定，我拿出来。我二话不说说，先生，你怎么这么内行？最近大家都抢着要这个牌子来，他马上买去了。他会跟你讨价还价才怪的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要站在对方立场想，你不要老顾着你自己的立场。他没有，他就是死死板板的，一板一眼，那完蛋了。你看我们今天一进到一个餐厅，一排人都是欢迎光临，那最糟糕，我都是的吧，欢迎光临，我就问他洗手间在哪里，欢迎光临，他管你，反正你开口就是欢迎光临嘛，那这就是有口无心嘛。我们现在训练一般年轻人将来都很糟糕，就是有嘴巴没有心。什么叫有口无心？下次你到庙里头去看，那些和尚 在敲木鱼，敲敲敲敲敲敲敲，嘴巴一直念，眼睛在看，这个女孩子长得很美啊。他签完了的，你搞什么东西呢？那就是标准的有口无心了。念了半天都不晓得在念什么。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有口无心，最后把自己糟蹋掉了，糟蹋掉了。我们千万千万记住，我们要带出一班有灵性、有活力、能够随机应变，每一个人都可以独当一面，那你还怕什么？我问你，你怕什么？所以业务人员要出去以前，你先问他这个产品有什么特性，你先通过我这一关嘛。你讲了半天我都听不懂，你出去干什么呢？我在交通大学当总务长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是很有钱的，采购各式各样东西，我就发现凡是那个厂商到我们学校来啊，就开始把东西展开来就介绍半天的，都不会成交的，你相不相信？因为这些教授你不讲他还不知道你做得这么差劲，你一讲这个不对那个不对，你完了嘛。最后成交人都是最了不起的人，一来把机器放下来先说一句话：各位老师，我们老板特别特别交代，各位才是真正的行家，
我们今天来不敢说是展示的，我们只是请各位来点评我们的缺点在哪里，我好带回去去改进的。那些教授说做得还不错了，买了买了，他就买了。他一定要千变万化嘛，怎么每个地方都一样呢？哦，你对教授讲同样话，你对一般购买者讲同样话，那不是糟糕了吗？这才叫中国式的销售团队。没有啊，清一色的口语，完了。我们千万千万记住，告诉所有的员工，各位你要怎么做，我都尊重你。我只要求一点，不要让人家看不起我们。这个是中国的话，大家都能接受，什么都可以，你爱怎么样都可以，千万不要让人家看不起我们。我们要争气，这才叫共同语言。我们一定要尊重中国人。中国人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吃亏上当。还有另外一句话，中国人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人家看不起你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你要跟一个中国人相处，千万千万注意，你先看得起他，其他事情都好办。只要你看不起他，最后你一定吃亏，吃亏的一定是你。所以你先尊重他，他就会尊重你。你一开始就看不起他，他就跟你乱来，他怕什么？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去做小事情老是跟人家吵架，做大事情都不会吵架，做小事情吵架，就是因为你看不起那个卖票人。你卖票人算什么？他就感受到了，我卖票人干什么？是不是？我就跟你画画画到最后一号，到时候你才知道我算什么。所以当你每次买到号都不一手走到厕所旁边，你知道完了，我倒霉了，你得罪他了。阎王比较好处，小鬼是难缠，所以你不要看不起他，你一看不起他你就有罪受。一个人千万千万记住，尊重别人其实就是尊重自己。我们要发挥一种天底下找不到的叫做树状的领导精神。你看那个树啊，各位好好去体会啊，树干是最重要的，支撑整棵树，但是它永远不是最漂亮的，最漂亮的都是枝跟叶最漂亮。要把荣誉让给你的员工，要把舞台让给你的干部，你就变成树根，默默无闻，你这个组织生生不息。哪一天树根说我要表现，那整个树根都露出来，树就死掉了，树就死掉了。我希望各位去了解，我们中国人把重要的干部叫做台柱，台柱就是房子的柱子。你看，你看得到房子的柱子吗？你看不到，它都被包在里面了，对不对？台柱一定要记住，我不能跟我的员工去抢功劳，我不能，我要把好处让给他，我这个台柱才撑得久，这样就好了吗？你处处要把员工的好处抢到你身上，处处有荣耀你都首先拿到，他会跟你长期的干吗？不会的。所以我们那个树状的组织领导精神，我在好几本书里面都写过，只是一般人他不容易去体会。我们今天学西方都把它搞成金字塔型的这个组织啊，它是没有弹性的，没有弹性，一层一层压得死死的。各位好好去比较一下。我们希望我们的员工要自己负责，而不是你叫他负责。还是那句话，一个人自发的要负责，他不会觉得我吃亏，他不会。一个人
被人家天天赋予责任的时候，他是很痛苦的，非常痛苦。我们不要做害群之马。有一家公司，我很佩服他，他的老板只讲一句话，就讲一句话，他说不要因为一个人的问题呀、啊，就连累到整公司。他就讲这句话，然后广为流传，每个人都觉悟说，不要因为我这个人连累到所有的公司的人，那不好。那每个人都好好做，只要每个人好好做的话，你公司还怕什么吗？没什么好怕的嘛。不要因为我一个人的缺失，就拖累了全公司其他的人，这是一句非常平常的话，但是它的功效是很大的。一部机器是靠每一个螺丝钉都转得很紧，只要一个螺丝钉稍微松了，它咚咚咚，它可能就松散掉了，就出问题了。我们领导在这方面一定要以身作则。我说清楚一点，所谓的以身作则，不是技术以身作则。技术你搞不过员工，你搞得过员工？如果哪个老板跟我讲，我啊，在我们厂里面是技术最好的，那我就很替他担心。那你的员工在干什么？技术永远是年轻人的天下，越年轻，他反应越快，他操作又灵巧。我再说一清楚，一个人一生的努力，就是要慢慢的离开现场，你才有成就了。到了五十几岁还在操作机器，我没有说他不好，最起码不是大家所愿意的，是不是这样？那年轻人操作机器是很好的，我是学过的。我当年操作车床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的这方面操作能力不是很强，因为全班同学在动机器，那老师都不会紧张，我一动机器，老师马上站在我旁边，我就知道我这方面不行。所以我从来我就不会想我从技术方面去发展，因为人要了解自己，我那方面不行我就认了嘛，我就让别人去嘛，我干嘛什么都要。我每次一上车船，老师好远就跑过来，我就知道算了，我不要学这个。然后我就开始去学不是那种操作性的东西。有人操作性很强，有人就是不行，这是勉强不来的。人各有所长，各有所短，不要求全。我们以身作则，是说我很守规矩，我以身作则；我很讲诚信，我以身作则；我顾虑公司的名誉，我以身作则。其他我没有办法以身作则的，我哪有办法以身作则？你看操作电脑呢，永远年轻人快的。所以我每次看到人家给我的名片上面写电脑中心主任，我心里就有数，这个人电脑已经不行了，就是不行才当主任了。我还没有发现说电脑中心主任还是电脑最行的，那 这家公司电脑方面一定很差劲的，因为他技术是日新月异，不停的在改变，你永远赶不上。所以一个人啊，你要记住，当你年龄大的时候，你慢慢要脱离这个技术层面，否则很麻烦，很吃力。当太阳升起的时候，让我们共同携手，共创成功。时代光华，建议大家都要找方法，而不要找理由，不要找理由。我建议各位慢慢在公司里面要树立一个很好的原则，就是我们不接受任何理由，总会一定要把这个理由断掉，因为我们是理由专家，我们专门找理由的。而且中国这个5000年历史，那个资料非常丰富，随便一抓就是一大堆。